怪，不想看到我，我更想要看到你。为什么婚礼的8888人要把我的888人拿走？丑八怪！可以请你停一下吗？这个喷口水磨人。喂，张口的喂，你那个如果是偶像的话，好不好？可以不要跳吗？对对，不行，我是一个弹簧腿。一日偶像，终身偶像，我是呛红小辣椒，凭什么来 cue 我？你凭什么？我出道几年？你出道几年？我跟你出道同一年。如果我是百货公司，对，我们算是收万收万又怎么样？如果我是百货公司，你连杂烩人都不如。其实他们已经吵到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吵。我们也不知道吵什么，不知道什么点。吵几点？没有，应该是我觉得那个点应该是在于，就是曹哥他那一年其实父亲走了，其实他是很伤心的。但是呢，身为好朋友，其实他会觉得说怎么都没有来关怀。反而是在媒体上面讲一些狗屁伤害，所以呢伤到他的心。他觉得真正的朋友不是透过媒体的一通电话都好，而且他觉得外等位随便问都知道啊，你如果有心的话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就变成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啦，就叠上去的。这个有没有可能解开心情？但后来婚礼也有去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像譬如说我卖可丽饼，我在台中照顾我爸爸。可丽饼，那很多艺人他们为什么？哎，我经过台中，哎，他们家台中公园路对面嘛。对了，台中公园那么近，就经过就会来跟我看一下。看一下，对啊。那我觉得也 OK。没来，只有杨可丽一个人去。喂，可丽，先跟你说，那隔了十几年以后，哎。突然，我在我的脸书就有一个叫什么西瓜芭乐的，写了一封那个 email 给我，说西瓜芭乐，哎，我是芭乐哥的那个助理，因为芭乐哥要结婚了，他寄帖子给你，请问你家在哪里？我家在哪里？体谅啦，因为他可能是也是忙，他忙个屁啊，忙什么？没有亲自，可能不好意思，我也不好意思，然后把那个助理给换掉了。对，曹大哥今天刚好利用这机会。因为我一向我讲的话都公允，因为我不会说有什么样的偏颇，所以我讲你会听，你必须要原谅他。为什么呢？在人生的路上，他也走得非常辛苦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在电视上面讲了，对呀对呀，唯有我们这样讲能体谅。刚好在你那个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是足以证明一件事，你是把他当朋友的。你没有得到这一份关怀，你看像那一段时间我们就没有那么绵密嘛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但是我们没有来朝他哥一杯，哎，那是过去的事情了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朋友是遇到了才叫朋友。没有，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你不能一直在媒体放话说，哎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根本从来都没有联络过。你这样讲，我觉得对我来讲很受伤。对啊，如果我今天真的当你是朋友。我那天跟讲，先给我口袋烧饼，我们自己去嘛，我也自己买，但我叫你请吗？对啊，我也没有啊，没有买到，我那天没买。不要，你再气一下。就在不远了，他不怕困难，不怕跌跤，他因为前景无限美好，他只要努力，幸福来到。你这边台湾队，你早就弹尽琵琶，而且你两个弟弟比你帅多，哪有人像你长这么丑？丑八怪，丑死！曹姓吐口水磨人，怎么样？好不好？请你尊重一点，请你尊重一点。如果说是艺人的话，一定要有一些新的作品。像我2014年的时候还出了啦啦啦啦啦，新的；2016年还出了放放放。正你呢？没出来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就一直在玩，就只在玩。丑八怪，你拉拉拉的时候，只有在拉屎的时候我才会听；放放放的时候，我放屁的时候才会想到。对，但你还有办一些什么样的新东西吗？重点是我还有办我的演唱会，演唱会办得多好多盛大，宪哥都热了。对对，说到那个演唱会，好像只卖了181张票，是不是？曹启平，曹启
怪你吐到我了，你要让他对我干嘛？神经病，丑八怪，要针对针对我，好不好？是同一国的，你还吐我？重点是这还是你的衣服。先不要，先不要，还没有乱入乱入，还没你们演完了没有？还没有演完了没有？演完没有？丑八怪，还没有快，动作快，还有。丑八怪，但是他洗手的水，他刚刚洗手，他刚吃茶叶蛋洗手的水。什么？我办了婚礼。哎，但是我办婚礼的时候，你干嘛要过来呢？丑八怪，是你找我过来，来说什么我要过来？重点是我包8888元，为什么要把我88元拿走？而且重点是我过去下一次婚礼，下下次婚礼，你每次婚礼我都一定会到。丑八怪。讲到现在，我先跟你说一下，88块那个是我们的会计税外扣掉的，所以不是我拿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你不要怪我。我的 dancer 呢？我的 dancer 呢？过来。好噪音。丑八怪。不要，不行吧？哦，热情的姑娘，疯子牵马羊，小小花猫，人人爱的狂。哦，热情的姑娘，小心那野狼，不要慌张，只要我在你身旁。好了，只是呢，如果你这边放个碗的话，人家可能还会丢钱给你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今天最多，那我最惨都要在这边，我就不走，怎么样？没，我看你怎么跳。哎，你的助理小俊说你的机票买好，赶快回泰国去吧。我不敢，是买国旅行当天日挂是当天日卡特别挂的好，皮实。好，请你等一下，好不好？弹跳还是一样宝刀未老。怎么样？你有本事弹到这边去啊？一直那么会弹又怎么样？你有种弹啊你，弹啊你，这么弹，好了，椅子破掉了。不然你走吧，我看看。喂，怎么样？你们两个表演的真的很烂啊！哎呦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个衣服不合身还在穿，那裤子破掉，那个这是偶像，偶像绝对不可以破裤子，不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裤子没有破，所以我是偶像。你怎么样，丑八怪？我出道几年，你出道几年？凭什么跟我一样穿红色的？这么土，这么土！喷他了，喷他了！土包子开花。其实基本上你们俩表演都不 OK， 不 OK。怎么说？你看，七个音乐都跟不上，唱不清楚。然后那个表演那个动作也都不到位，那拼命的使劲跳，刚才唱的。哎，这一部分是他们模仿的最像的部分。